真的很好看，贤长得很好看，贤长的小脸长得，女孩子，贤长得好看，对，贤就是那种，我跟你讲哈，他妈的，我说实话，那旧情我服了，他那么高，他站在，他就是。显得闲，闲又不说话，显得好，他好小鸟依人。然后就警察说：“那个，你没事带我们家闲出去多玩一玩呗。”他社恐，我说我操，我说我以为这样的桥段只有在直播间里有，我说你们线下也这么跟我说。然后其他人跟我学，这都好，这都算好的了。他平时都叫宝，完了闲说：“他叫我宝。”我操！真的腻呗，他俩线下比线上还好磕，他俩不营业呀，关键是他俩线上，他俩线下超夸张的，宝子们，他线下我操，我说你俩是真的吗？我这俩人真的绝了，我靠！你带我宝出去 PK， 他让我带他家贤出去玩，我操，给我磕着了，宝子们，我磕到了，叫宝。旧情超级胆小，旧情我操，撒娇怪吧，哎呀，姐妹我是你的情儿啊，操，我说你滚，还那老高吧，对吧，我是你的情情，我说你死吧情情，操，他那么高，你想想他跟我俩横紧情娇娇，哼，撒娇，真的，我跟你说真的，就是我操，那么高管我撒娇，乔雀很帅，乔雀很白很高，我们乔雀属于耐看型，你越看他越帅，越看他越帅，属于那种。饶子就是韩国欧巴，饶子就是韩国偶像剧里的那种男孩子，他长得有点像，你们看过那个大力女神什么凤，大力女神凤。